式去聊天，可是哪一天他的问题出来了，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去跟他的子女或者是帮长辈解决的时候。所以你的角色更像是跟他们谈心的。对对对，让他知道说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在，那如果说你有遇到什么问题，你其实是可以询问的，然后我们是可以想办法对你做帮忙。真老吼，系啊，袂歹，你嘛会啊？真有卡。啊，搁一个哦，内底有十粒，啊，咱就是搁存四工对不对？咱个拢甲冻起来，啊，要食偌济食偌济，啊，唔茫藏个。我觉得，长辈似乎是多了一个望人之角，对，所以，目前我服务过的长辈，互动升级，大多数都非常的升级升级。他们可能会把我当作是他的女儿，或者他的孙女儿。对，所以当我如果说，可能我久一点没有到他家，我说的久一点就是一个月或两个月之内，让他觉得哎，怎么时间拉了那么长，他们就会自己打电话来。干嘛得罪吗？姐，你无，啊，不过你的灯足奇怪，因为我头拄仔一进来，我有望到你的手，我感觉你的肉唔正常。你安尼软软吼，嘿，好乖。你这无正常啊，系啊。伊讲，哎，你心衰竭了呢，你这段我曾经刚进入。社福团体刚在当一个服务照顾者的时候，第一年甚至前半年，我很容易被这些弱势的情绪跟他的经济状况跟他的身体状况而影响。那我常觉得说，哇，他们好心酸哦，哇，他们好可怜哦。可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社会工作者该持有的态度，因为你的情绪被牵扯走，你看到的一点都不客观，不正向。对，所以慢慢的我学着自己把情绪抽离。抢了了，我想要来只抢劫的安尼。要紧，啊无有话要创啥？囥规堆嘛是无效。有啦，心情好啊。社会上辛苦的那一些人，那尽一点点力量能够去帮助这一些人，能够问题解决或得到快乐，或得到满足或远离恐惧，那应该是我，应该是人生最高层的目标的心愿。对对，那慢慢走哦。好，好，感恩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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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工作有一个很心酸的。就是他的薪资一点都不高，对于经济状况很有障碍的人，我觉得这份工作对他来讲应该做得很心酸，并不见得是他没有热忱，而是可能没有办法支撑家计。您再帮我贴一下好了，谢谢大哥。大哥，您想要捐那个是服务经费，还是买爱心年菜给长辈？送年菜给他，对对。开门，可不可以？还没。啊，有没有？没有。你大力按呢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。
拢拄着因伫遐泡茶，啊，你阁无听到，就是无听到。哟，念恁相关物件安尼，啊，去别个阿嬷遐陪去看医生。啊，大家拢安尼去。几个阿嬷尔，跟恁几个阿嬷。几个尔。对，几个人。你的脚骨有较好呢，我感觉甲迄阵比起来有较好一寡。两脚拢会好滴。嗯。两脚诶。危险多啊，伫弄弄啊，做百里工啊。嘿。一年多啊，迄个坐起来，都无感觉安怎，哪危险多做落。嘿。前骨哪多三遍啊，练多三遍啊。车，我知道。我打方向灯打超久的嘞。哎呦，你讲，你讲无咧看人咧四边啊？对啊，我方向灯打这么久了。四边啊，讲我穷我。我先生说我是工作狂，我先生甚至会很生气的把他跟我服务的弱势做比较，他觉得我对弱势好胜过于他。常常我跟这种服务的弱势的约定的事情，我总是记得很牢。可是我常把我跟他的约定就是忘得一干二净，所以基本上其实对于我自己而言，我很少去记得我自己要为自己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，或者是我常常连要放假的我都会忘记，我就是一个工作狂。身在独居长辈外面的这一些社区人士，或者是区域的单位，好一些企业主，他不要只看到长辈的经济状况，或者是学历，而不伸手去拉他一把，因为，人的问题跟状况不是只有金钱可以衡量，他可能需要被关怀的，在心理层面也是有非常大的一部分。那遇到了某里长跟我讲说，黑家喝药有下面你没去，可能连现在社会在服务的人，他可能看到的就是经济，可是我觉得他心里面需要被提携的、被温暖的，应该是我们认真要去倾听跟去关怀的。做的还蛮开心的，就是薪水不好。薪水大概多少？哦，这个就不是秘密了。社工的人的薪水不会高了。你这就无法度倒粪扫啊！你这要哪倒粪扫？手客嘛无法度。我觉得最困难的是，当我又遇到了一位新的长辈，又有接触一位新的长辈来让我服务，这是最困难的，嗯，也是最有挑战的，也是最有挑战的，因为取得彼此的信任是非常的不容易，对，所以当遇到一位新的长辈，他愿意敞开他的家门让我走进去。我觉得我就很开心有这样的机会，应该是说怀疑，因为现在诈骗很多嘛。那再者是最困难的点，再者是因为现在的长辈独居长辈年轻化嘛。但是现在65岁以上的独居长辈的问题也很多。那对于这些高知识分子或者是收入还不错、曾经收入还不错的长辈，他们很难卸下心防，甚至也许他看我们的角度会不一样，他会觉得说你真的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吗？所以那个信赖感是很难打破的。我前面做完地库，迄食迄碗饭，我到即阵唔敢伫遮食饭，拢伫灶卡食。即阵啊，伊我个月卖要5.5，我无伫遮食饭，我拢伫遐食饭。我甲你问，你过了足好，阿公是毋是会愈欢喜？啊！你若过了足好，阿公敢会愈欢喜？对啊，你跟他。啊，你若过了无好，阿公会足烦的。啊，伊若行无开脚去投胎，你嘛阁烦，对唔对？无啊，啊一定会甲你转来甲你看，啊伊若看你安尼，伊都反感，拢无法度去投胎，对不对？伊拢袂平顺呐。你爱安尼吼，食好过哦好，啊祝福伊安尼。所以呢，阮因大姐都
定定靠的，定定就讲一句话。无，你爱祝福伊，你爱祝福阿公讲哦，解脱啦，袂痛苦啊，安尼会晓袂？嘿啊，我妈妈迄阵要走的时阵，我拢无好呢，我拢讲哦，哪会遮好，伊解脱啦。对不对？咱的缘分就是安尼尔啦，嘿啦。碰到伊就闹，碰到甜就哭。嘿啊，你把家己照顾好较重要啦。嘿啊，你爱伫啊伫啊，正是讲老二，我过甲足好个哦，你安心哦。感谢。袂啦。好啦。我只感谢你。袂啦。我曾经也去上过生死学，跟做生死的体验。当下在体验的时候。我有速度好几次，我是很难过的，包括要写遗嘱，包括我要入棺，被钉在棺材里面。当我写完遗嘱，做完心里面的调试，我觉得最难过的并非是自己，因为你写完遗嘱，你知道你可能安顿好你周遭所有的一切，所以你会懂得问题解决了，你放下了。其实最放不下的是你的家人。好，或你的亲友，所以对于生命，我本身就没那么多的压力跟困难。